走进萌宠世界，发现更多乐趣。Hello， 这里是萌宠俱乐会，我是小小。说到考拉，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了。它们长相呆萌可爱，深受不少人的喜爱。昨天，一只毛茸茸的考拉不小心闯入了人类的后院，只见它慢悠悠地走到门口，而屋里的汪星人就站在里面，看着眼前这个不速之客慢慢靠近，接着他们就对视了好几分钟。不少网友看到纷纷表示，难道他俩是一见钟情了吗？无独有偶，一只考拉坐在泳池边，小爪子还不停地伸进泳池中捞着什么，没过一会儿，泳池中的女子就发现了她，接着就小心翼翼地靠近，下一秒憋住别笑，女子赶紧用手捧了一些水，没想到这小家伙是口渴了呀。只见考拉大口大口地喝了起来，这一幕真是太有爱了。本期节目就到这里，欢迎留言互动，小小会每天翻看留言区回复哦。想看更多优质视频，请点击左下方关注。